说话说话说话，他怎么不说话？我让你说话，你是不是聋？听不见呀？你再说一下，我把歌关了。可是我已经说过话了呀，你是听不见吗？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刚刚我还以为是 BGM 里面在说话呢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女粉确实多呀，说实话。你看这 DJ 怎么回事？他妈一天换一个女粉玩。我是特地来找你玩的，我都没有这个区的号，我是租号来找你玩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很舒服，可把兄弟们爽死喽！怎么叫演员费不少吧？爱信不信？打不好应该不会被骂吧？我刚想问你，你扛骂吗？我不扛骂，但是我挺能骂人的，就是你骂我不一定不会不还嘴。你懂吧？不行，你扛骂吗？我非常扛骂，我可以跟你互动一下。我现在一天不被骂，我感觉浑身难受。打克力，他们不点燃无所谓，我先去找雷蹲了。你拽我去，你敢打我？被 Q 中了两下，难受呀！这 Q 还挺准的。我操！一发 Q 都扭不掉。我操，真扭不了，有点狠的这个人，我一发 Q 都扭不掉呀，全中了，有点狠。骗他 Q， 再 Q 他一下才有机会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升级，又一个。那你不是无的？哎呀，大哥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！哎，看我这兵线，兵线要进塔了呀！他妈的，还行吧 ？SQT， 哎，妹妹怎么二杠零怎么这么猛啊？现在那个是小笨蛋呗。你得多点坑我呀，你不能这样杀呀，不然我好没面子。那怎么搞吗？我去送两个。暗送，要让队友看起来是你送的很合理。暗送。好的。我看到你是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快呀！不是这波，我怎么没 A 到筒子？第一个筒子怎么没 A 到呀？好，是时候该表现你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的精灵，你看，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好送，好送。妈的，我想 K 个人头，我要五的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撒，瞬间移动。真无语，对，你就使劲贪，你贪的越多，我就可以直接拿一塔，不要给他回家，但是有可能还会再被抓。
里洗个澡吧。你乖乖进去。不进去是吧？哟，吓死喽！大哥，大哥，套呀！全是优势，我怎么装逼啊？我是不会玩船长这英雄的。孔老师被抢，我会去。戏麻的，没戏啊！我教你啊！我操，戏！你宰一个先，这个下马必死。等一下，我就说他们下路吵架了。没事，他们上野也吵架了，打完就决裂，下把就分手。我妈的！这都下马啊，我操，我服了。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好了，那你后面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呀。完了，我把 W 吃了，干他！你狂啊，死了！哇，好多人！别电了，别电了！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回家出装备来装逼，我没装备，我很难装呀。能练拳吗？练不了，我发育不好，除非你借我一千。两千都可以。我从暗中偷袭。别。哦，这个好灵活呀。是啊，我以为他会走，没想到想跟你打。胆子还挺大，偷我一下就跑了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胆子还挺大，我以为他要走了，他不走。看会比尔吉沃特。哎呀，这傻逼东西真痛。进，救不了你，我先溜了，我有点事。哎呀，这个小王毛。为什么？有人要杀我。这两个该死的没死，我死了。他们对我没有一丝丝想法。快，你们都杀完了，那我杀什么？啊！我抢了他五杀，特别不好意思啊。错了，他抢了你五杀，好好的一个五杀，硬他妈给抢了四个，好恶心。确实，他好恶心哦。不玩了，挂机。哎呦，这个暴击伤害真辣呀！有点反转。哎呀，你今天能跑的？我回家脱个装备。可以练拳了吧？好像勉强可以。我再做个暴击斗篷。给你补一点伤害应该可以。你是补伤害 K 人头，讲明白了。我补伤害，我不放大，行吧？可以吗？行，我信你一次。速来速来速来！我在蹲在那里等你。找到了我的憎恨。我听一下，作为客人，残忍。哎呦，没预判好。打好。这个东西怎么无限上马的？我靠！他只要回下家就可以上马。我都不信打不死你。
看到没，我说我补伤害，我没有 K 你的头吧。哎呦，这个人为什么要拆呀、啊、我就要拿五杀的。这是妹妹玩的可以、啊、挺厉害的，可惜她是个女儿身，不然我就和她结拜为兄弟了，可惜。不是我看你的那个直播间的评论，还有人叫我叫夹子吗？夹子是这种声音的吗？我都无语了。他们应该是喜欢好听的吗？他们应该是喜欢昨晚陪玩的那个老嫂子。不是夹子的声音不是应该很好听吗？那你会不会夹？不会。我会啊。那你能不能学我一下，叫我一声哥哥？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打入口。那没事的，那打扰了。不是，哥哥，你和我打游戏，其他女粉不会生气吧？哥哥，你要来我这里过年吗？可以啊，华爷，来。我早知道你来，我今年我就装修房子了。你要来的话，你只能跟我住农村喽。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我可以去吗？我离你还挺近的。你要来吗？你也要来吗？我离你还挺近的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还行，哎，这个被动。痛啊！更多火药！就 Q 他，等他自己跳上来。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！啊！你拿个蓝，我拿个红。我是死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他一好没好呀。完喽！他们悲惨，一无所知。给你一刀。打野还不如让我打，他现在打这么难受。你刚说完他就单杀的，都是要坐牢让我坐一局、啊。对，道女不会是小戴的，不像、哦。不像。可以省个点子。下屋喽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你还帮我 A 桶，谢谢你啊，好兄弟，爱你么么哒。哎呦，还好我技高一筹啊！技，你抓不到我，死了吧！还好我技高一筹。这两把都很顺，我都没有办法装逼。那你这把不，我是说你自己很顺。你们也很顺呀。刀位不高嘛。
来来，打死你！有点痛，算了。还真不得叠满的。如果全线劣势，就很有可能是打野的问题。这就点了嘛。我给爽了，说实话。